弟兄姊妹平安，我是魏文俊传道。我们继续透过研读《申命记》学校主耶稣。《申命记》32章是摩西按神的吩咐，用诗歌去教导以色列人。在昨天研读的经文里面，摩西首先强调他的教导权柄是来自神，然后就述说神一直怎样带领以色列人。今天的经文是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之后怎样离弃神，而神又怎样去管教他子民的预言。虽然神一直带领以色列人，但是神指出当他的百姓进入迦南地之后很快就会离弃神。在第15节里面，耶稣论是指以色列人，摩西用肥胖、粗壮、光滑、踢跳、奔跑五个动词扼要地讲明以色列人在迦南地的美好，但是他们竟然在他们一无所缺的时候离弃神。以色列人的离弃神包括轻看、轻忽和忘记神，敬拜和祭祀外邦神，最后就是行可憎恶的事。可憎恶的事不单单是礼制上面对神的不敬，更包括因为没有实践神的教导，因而生命好像没有神一样。用今天的说话，就是神的子民在迦南地失见证，这一连串的行为会触动神的愤恨、惹神的怒气，以致神需要出手管教。在诗歌里面，摩西讲了不少神的管教，神的愤怒是渐进式的。首先神让他们的农作物失收，并且用自然界的灾害警告以色列人，然后神再以国家的外忧内患提醒以色列人要回转，并且令以色列人被掳成为奴隶。今日我们咏唱的诗歌里面会不会包含这些内容呢？可能这些内容是当代信徒不容易接受的部分，但是神就藉着摩西清楚地讲给以色列人知道，他将会严厉地管教他的子民。神管教的最终目标不是要以色列人失败，而是要列邦和以色列人认清真神和偶像的分别。摩西指出以色列人的失败是他们的磐石卖了他们，耶和华交出他们的结局。而在诗歌里面，我们可以看到摩西用不同的字眼分别去描述耶和华和外邦神。在下面的表就列举了部分的例子，大家可以在文稿里面清楚地看到。神管教的心意是希望他的百姓以至外邦人都认清谁是真神，唯愿他们有智慧能明白这事，肯思念他们的结局。你们外邦人当与主的百姓一同欢呼。在第39至43节中间，神一方面强调自己的能力，包括掌管生死和审判世界，另一方面神都指出自己会为他的仆人伸冤，救赎他的百姓，又会洁净土地。申命记不断重复祝福、咒诅的内容和结构，为的是要让神的子民认清和神的盟约关系，神必赐福与听命的百姓，亦都必会管教离弃他的子民。主耶稣在十字架上面已经替全人类付上赎价，这个恩典不单单是白白得来的，亦都是人所不配得和不能够赚取的。当接受主耶稣成为救主的那一刻，我们已经重新和神立约。弟兄姊妹，当我们研读申命记重重复复的祝福和咒诅那阵，圣灵有没有提醒你要专一敬拜主耶稣呢？不是说我们在星期六日参加成长班、崇拜和奉献，而是我们在生活上面有没有行神喜悦的事情呢？大家要记得，摩西指出离弃神的结果是行可憎恶的事。究竟我们在生活上面行的是神憎恶的事，亦或是神喜悦的事情呢？我相信只要我们认真研读圣经，明白神的话，生命就能够活出好像主耶稣这样的品格，这样我们的生命就能够流露住基督的香气，吸引人认识神。求主帮助我们，叫我们找紧圣灵的提醒，每日认真研读主的话，让我们同心在主耶稣面前祷告。爱我们的主耶稣，感谢你在十字架上面为人付上赎价，给我们能够得以与神复和。我们本来是不配得被拯救的罪人，但是因着你的爱，
我们能够与你亲近。主啊，求你叫我们每日能够认真研读你的话语，令到你的真理充满我们，以致心思意念能够贴近你。感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，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之名祈求，阿门。